吵架嘛。塞勒斯传台去中推，但是被艾克吃两只兵不爽吗？艾克老塞，冲动成了瓜娃。上一把觉得自己被人恶心，后来发现他们不是要恶心我，这群阿路仔就是这么恶心。今天看乔西了吗？还没，好看吗？应该问有哪天不好看吗？了解一下，不行啊！今天已经有打打了，不可以再乱看了。我们是那种见一个爱一个那种花心色猪吗？啊？哎，这可以取吧？对啊，别的先不说，这可以取吧？这婚纱，这可以取吧？这婚纱有点梦幻，有点梦幻。不是，我只是站在一个客观的、中立的、忠实的表达一名男性的看法。觉得自己今晚表现得不错，吃个蛋糕奖励自己一下。哎，这波士顿麦不能放太久啊，好像放五天吗？已经有点硬了，蛋糕已经不粘了。哎，我问你们哦。那个圣诞节的交换礼物啊，我可以拿，就是之前别人送我的礼物，但是我没有在用的，全新的拿去交换吗？交换礼品吗？特好吃蛋糕，来一盒啊，兄弟，捐赠给朋友，来一盒啊！我不讲，谁知道？不是我良心，你知道我良心很大的，兄弟们，我良心是很大的。什么叫我不讲谁知道？哦，所以可以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他那个真是全新的，就是别人送我的，但我真用不到。送我那个礼物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，所以我把那个礼物保存得很好，就跟全新的一样。然后那个东西刚好差不多是交换礼物的那个钱，还多一点。交换礼物说要交换5000块了，然后那个礼物大概6000多，欸，超过1000多可以吧？确保他不要抓你，不是。那个送我礼物的人没有要跟我们一起交换，重要的拿来送你，不是那个东西，我不要讲什么，不然到时候被人家听出来是谁送的。那个东西我是真用不到，耍帅用的，装逼用的。到我他妈，我连吃饭都懒得出门吃了，我哪有时间出门装逼啊？我装逼顶多就在网络上打打嘴炮，呛呛酸民，然后打打游戏，没时间出门装逼啊。什么安全帽啊？谁拿安全帽来装逼啊？我看过，8+9拿安全帽都这样。啊啦！被锁阳历啊！啊！被锁阳历。安全帽拿来装逼，只有这时候，就8+9拿起来要锤人。正常谁拿安全帽装逼啊？你是神经病啊！你打帽的时候都在装逼啊？哪有装？我是一个很务实的打野玩家。务实理性科学，该 gank 的时候 gank， 该放弃就回头刷野。其实柯师傅语录，听到后面觉得重复性蛮高的，还是我太常听了。理性科学务实，科学的精神，心存善念，尽力而为，政治不难，找回良心而已。我们赢蓝绿，未当我就赢蓝绿啊啦，未当我就赢民进党了啦。两岸关系哦，两岸关系。不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啊，是太平洋两岸的关系啊，是站在美国的角度，你怎么看待台湾跟中国的关系？重复性高不就是有中心思想？是啊，但是讲来讲去好像这些，对的事情做，不对的事情不要做，认真做。杰是点大呼了吗？哦，他帮我看红哎，这艾克不会看红啊，他应该会看红鸟，真的哦哟，他顶级哎，干这顶级粉丝哎，爆弹红区。那我这把无条件4等干上路，一定要挺他的，粉丝挺我，我挺粉丝。你真的纵观全台的实况组，各种主播，无论是退群还是突击，啊，这么勇敢的在挺粉丝的，真的不多的。干你们死啊！没事。哇，被拍到。坐起来。
哇，还有塞勒斯，这闪交的不太好啊。可不可以不要再送啊？你到底在干嘛啊？你每一波都知道人在，然后就是要送啊。哎，不过超再送，我真的是服了你。我选阿里，我选狐狸，混着点，混到他妈自己死两次。干，这样包六不六六啊？哎，被刷光了，超级可悲，真的是 leader gap。然后他要冲下去撞下，一个人带崩五路，就是这个阿里。吵架了，塞勒斯传台去中推，他是被艾克吃两只兵不爽吗？看来极品中单并不是只有我遇到，对面艾克也遇到了，我觉得撞下比较保险。雷文有机会一打二吗？妈，好像没有啊，我可以干的、欸。直接操烂。我操，屁啦！哇，重闪，还好对面中路够，这艾克有点强。这怎么可以拿回来这里啊？他有走到这里过吗？我在闪他哎，但那个椅子好像有点隐形。嘿嘿嘿，艾克老三，捡到一把，舒服，中路真的挂我。路虎怎么一堆这种畜生？游戏突然没意思了，他们到底吵什么、啊？有一个人懂吗、啊？刚艾克本来回家，我还说他要回家出火箭呢，结果他突然出现在中路吃了两只兵，塞勒斯就说中推，好大脾气，操！谁抬到了？骗你的，还操你的，哎，缓着喽。阿里在干嘛嘛？这都杀不到、啊，垃圾！大绝哪里敢录是不是？怎么会这样杀不到？哎，哪里跑？无情开舵！就这。就这，哎，就这，哎，哎，一代枭雄，虎落平阳被犬欺，艾克，这就是你的写照。我突然释怀了，上一把觉得自己被人恶心，后来发现他们不是要恶心我，这群阿路仔就是这么恶心，他们没有针对我。哎，敢用黑掉？哦，嗨，裂开！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？狙击给视野，兄弟！哎呦，双杀！艾克哪里跑？就知道你想秀，哎，我想秀。好的啦，艾克，点一点的啦。少一个了，还在挣扎，感觉艾克就是不点的那个人，他好像还想 carry 啊。看来艾克是真的被恶心了，看得出他很无力，辛苦了兄弟，同为打野的兄弟，你玩的真不错，玩的真不错，可惜遇到了憨鹅中单，我一把功底圆弧，结束你的痛苦。哎，我最近好常这样啊，常常那个发音都不标准，然后讲话咬螺丝，功底圆弧我都讲出来。还有什么七亿立委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有人年纪变大就突然开始台湾狗语的吗？以前听到老人在老人台湾狗语觉得很好笑啊，原来是年纪大就会这样吗？Executed， 给谁赞？给上单兄弟一个赞。哎，举报一下吧。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先看完再决定要不要举报。这个中路是有点离谱，而且他没有跳，哎，他是在温泉嘴炮，哎，
你们觉得发生了什么事？哪一波？好像这波这波他这波还在，他这波还活着，来叫刷十下。他钱到底够不够买火箭啊？现在看不到钱啊，好烦。来就在这里旅扣对吧？旅扣，然后又开始动，是不是？他缺钱哦，缺一点钱，吃个炮车。哎、欸。一只后排跟一只炮车，而且还是普攻减的，他有重疾哦，他有重疾没按，他怕用重的中路会不爽还怎么样，他只用平 A， 闪现了，就这样，我觉得他应该缺点钱出火箭啊，不然等一下看他看他是不是只有火箭，只有火箭然后没其他东西，看艾克装备就好了，对啊，他连粉眼的钱都没有走出来了，而且他好像还等了一下哦。他不是吃完炮车就有、欸，你看他还在这站了一下，他站了五秒才有够钱，还借钱呢、欸，有没有？他划出来减五十，他是用这个未来市场借的、欸，啊，放得进去，没事，可以补可以补，补个举报，这个垃圾走到哪里都是垃圾，消极态度，故意送人头，来，这就不太多了。没我事，我就负责举报就好了。